Να δώσουμε το λόγο στο κύριο πρέσβη, εξοχότατε κύριε πρέσβη της Λαϊ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της Κίνας, κύριε Ζιάο, δεν το λέω και δεν ξέρω και την προφορά ακριβώς. Παρακαλώ στο βήμα. Your Excellence.尊敬的希腊共和国政府教育科技和宗教事务部秘书长邦迪斯先生，尊敬的希腊雅典技术教育学院校长迈克·布拉达格斯先生，尊敬的中西两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及代表。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咖喱麦的，很高兴同来自中国浙江省30所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希腊1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校长们、负责人一起参加今天。 中西高等教育与研究研讨会，我要特别感谢东道主雅典技术学院。刚才布拉达格斯校长向我介绍了这所高等学校，还陪我参观了美丽的校园。 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我还要感谢邦迪斯秘书长代表希腊政府出席今天的研讨会，他的讲话充满着信心和力量。 我非常感动。今天这次研讨会是中国和希腊建交43年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研讨会，它顺应了我们两国发展的需要。 也反映了我们不断深化的双边关系。我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和希腊都有着重视教育和研究的古老的传统。我们的祖先在人文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 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进程。历史反复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和研究是一个国家和民主、振兴、繁荣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重要的标志。今天，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从中高速的增长迈向中高端的水平，建设创新型的国家。高等教育和研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我们正在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以适应形势和任务发展的需要。这两年，我在希腊经历了
也许是这个国家40年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但是我始终对希腊、对希腊的经济抱有信心。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国家有完整的教育和研究的体系，有一大批具有国际教育和研发能力的人才和机构，以及高素质的工程和技术人员。他们代表着希腊的希望和明天。有不少希腊的政党领导人、大学校长、企业家、科学家都对我说过，在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里，希腊裔和华裔的学生成绩是最好的。在欧洲和美国工作着许多希腊裔和华裔的科学家。如果希腊和中国能够在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加强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受益。我对此深表赞同，而且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可喜的步伐。2012年到2015年，中国和希腊一共实施了37个政府间的研究项目，涉及纳米材料、农业生物技术与食品、健康与生物医药、信息通讯技术、可再生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文物保护等。去年在中西海洋合作年的框架下，双方又拓展了在海洋经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火山地震研究、海洋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新年伊始，中国故宫博物院与希腊研究与技术基金会签署协议，决定成立联合研究室，共同研发和应用激光技术，对文物进行清理和修复。中国农业大学在引进和推广使用了希腊农业大学研发的农业大棚技术后，双方又就有机农业、环境保护、农业技术培训等多个合作项目达成了一致。下个月，江西省科学院将派代表团访问希腊，就建筑节能领域的合作进行商谈。雅典大学、亚里士多德大学、比雷埃夫斯大学、亚尼娜大学正在为中国培养希腊语言、历史、海事、港口管理方面的人才。今后中国和希腊应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水平。我非常赞同刚才秘书长所说，我们要利用今天这个机会群策群力，就两国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合作的方向提出建议，达成共识。在此我愿意贡献几点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们要扩大校际交流和互派留学生的规模，促进我们的相互了解。中国有2800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大学生有4000多万人，相当于希腊总人口的4倍。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700万人。这次仅浙江省就派出了30所高校到希腊来进行访问和交流。这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我们两国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巨大的潜力。同时我要说，中国在希腊的留学生人数啊太少了，现在还不到50人。我刚才和弗拉达戈斯校长说，我以为这个数字最起码要达到1000人。今天有希腊教育部的领导在座，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希望希腊的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举措，吸引中国的学生自费的到希腊大学来留学深造。我刚才说的这位50名中国留学生啊，都是拿政府奖学金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有很多的学生希望到希腊的大学来留学，我希望希腊政府啊能够为此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在扩大留学生交流的基础之上，可以讨论合作办学的途径。浙江省的万里学院，是万里学院吧，就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他们和英国的诺丁汉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为什么中国和希腊不行呢？我要说 Yes, we can。 第二，我希望我们能够联合的培养高端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次来访问的浙江省30所高校当中，技术教育学院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和浙江省经济的高度开放、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高度活跃、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选择了雅典技术教育学院，我觉得他们选择了一位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随着中国对希腊的投资的增长，中国来希腊旅游人数的迅速的增长，必将带动希腊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希腊高等技术教育国际化水平非常高，经验很丰富，在造船、航运、贸易、金融、旅游、农业、食品、艺术和文物保护等领域有很强的实力。我希望中国的大学、中国的企业能够和希腊的大学、希腊的企业加强合作，实现教学、研究和生产的互利共赢。第三，我们要加强联合研发，加快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中国和希腊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研究的领域、设备和资金、市场、国际交往等方面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中国愿意为希腊的研究成果提供资金和市场，帮助希腊扩大对中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和服务的出口。我们也愿意与希腊共同探讨在希腊建立联合的实验室、科技园区、合资企业，开展面向欧洲、巴尔干地区、北非、中东的产品研发，共同开拓第三方的市场。第四，我们要加强政府之间的统筹规划，打造两国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合作平台。目前中国和希腊之间有科技混委会，主要是负责项目的征集和协调。我们两国在教育领域还仅仅签署过留学生互换的协议，这种状况已经大大落后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落后于中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教育和研究合作，必须尽快得到改善。当前，中国政府和希腊政府正在商议三年的合作总体规划。我建议要把高等教育合作与研究合作纳入三年合作的总体规划，以表明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并且给予有力的扶持。今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年，我们还要在雅典举办亚欧合作框架之下的科技创新研讨会。亚欧合作框架有50多个成员国，中国和希腊分别是亚洲和欧洲的协调员，这对于我们中国和希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宝贵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借鉴
国际的先进理念和做法，结合我们两国的国情和实际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在高教和研究领域的政府合作机制，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们两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合作的开展。女士们、先生们，高等教育和研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投资高等教育与研究就是投资未来。中国和希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进入第二个十年，我们两国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合作形势喜人，前景广阔。我们要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出发，努力推动高等教育与研究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和人才的支持，用更多的创新成果来服务于我们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中欧、亚欧之间架起新的友谊与合作的桥梁。刚才布拉达高斯校长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深受感动，我也非常赞同邦迪斯秘书长所说，我们必须抱有信心。信心比任何货币和财富都要重要，我们必须坚定信心，面向未来加强合作。我相信今天我们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明天我们将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今天浙江省的30所高校和雅典技术学院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带头作用，明天会有更多的中国和希腊的高等院校企业参与到合作当中来。我要向大家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两个古老的文明、优秀的民族一定能够通过密切的合作取得辉煌的成就，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为世界做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两个文明古国的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奋力的拼搏，我们一定会成功。谢谢大家。Απευθύνομαι ένα λεπτό στους μεταφραστές, ας πούμε να κάτσει ο εξοχότατος, να λέμε ανώτατη εκπαίδευση και όχι ανώτερη. Εξοχότατε, ήταν πάρα πολύ σημαντικά αυτά που μας είπατε. Εμείς από αύριο και όλα θα βάλουμε μπροστά. Οι άνθρωποι που βρίσκονται εδώ από τα άλλα ιδρύματα επίσης άκουσαν τις παρενέσεις σας και στα στρογγυλά τραπέζια που θα ακολουθήσουν σε λίγη ώρα, πιστεύω ότι αυτές οι προτάσεις σας, ιδίως οι 4 που μας αναφέρατε, θα συζητηθούν εκτενώς.